是春天的开始，春天是代表生机无限。我和大家一样，希望香港每一日都生机无限，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我和我的团队选择用同行 reconnect， 我和大家一样热爱香港，我们必须要再次团结起来，同行向前。我很多谢刚才在短片里面的市民对我的支持，所以 Carrie 撑你，多谢 Jane。 我是香港，所以我撑你。我希望你今次选特首会胜的，今次选举能够成功。你都当然是支持林太啦，作为一个高官为什么会回我这个小市民的信呢？他相信你，支持你，我们一定能够令香港明天更美好。多谢大家，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。